送你一个绑带，打开来之后它是一件宽松这么大件的衬衫，你们一定穿得下， SML 都穿得下，而且呢它是做这种嗲嗲扣哦，你呢非常的方便穿脱之外，你有没有发现它非常的笔挺，它绝对不是一般的衬衫那种软软的，近看材质它是一个非常挺料的灰色斜纹西装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，它还有口袋，没错，我跟你讲哦，每讲你都会觉得诶它口袋在哪，它太顺了，它太顺太隐形了，然后长度小个儿高个儿你都 OK， 我觉得这件超美的，里面整件是假的裤子哦，你看，整件是假的裤子，然后下面有两颗扣子，裤子的底，所以你要上厕所的时候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子，然后上完厕所再把它扣好就好了。这款穿起来超级有质感，如果你们本身上班族啊，就是想要像现在冬天然后懒懒的，就一件呢就可以出门，就是这一款连身裤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有型。